你老高生拿了饼生吃个啦，头外拍视频，哎呀，那你有么子这个你老公还拍么子？冷开水烧开，让它冷干冷个盐，放在瓶子里头，放在瓶子里头就放盐，拿盐来了，四条根盐，放了三四条根盐，放在那冷水里头，再把锅圈一样一样放进去就要了。把锅圈放进去就要了的，放进去把它盖着，盖着看到腌一个星期就。你放这里把它扔了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爷爷，爷爷。你放了，放了四条四五条。爷爷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可以做成酸菜。酸菜。你撒那个柚子，真的碎。撒那个柚子。三。有个的嘞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用吃了。哎，叫我一下吧，真有。不能多了，你放多了，我手只要烧干是吧？晾干水，晾干水就可以的。是烧干，只要没水分就好了。那你要加一点。那放不了那么多加了的，算了。那就放进去了。嗯，你要打算给放。我拿的是一个金切的。没金的，你的金的。我爸爸金切的。哦，那这个是。好嘞，我就叫兔子要跟我过来看兔子。要加一点，敲着的就把拿出来可以五勺盐，放五勺盐。等下一档，大姐，都多放点时间。你要根据健康，我跟你讲的是。听见的嘞。哎，等一下，哪一只啊？要不你变成那个大姐，你哪个方便？就是够大姐嘞。把个大姐金大子。说这是你拿的了，我黑到的说说。我放不进去了，不爸爸，放不进去的嘞，不会过多了。我得啷个的嘞，给我拿脚。哎呀，那一点油都。啷个都不放了。放好多，放好多天，放好多天。嗯，不放个几个星期，再说不。放到哪里了？就放到阴凉的地方是吧？